玉石的，玉石流中昧，哪看小鬼多，终无救，笑呵呵。寒流报道，就连阳明山也下起雪来。阳明山将太公道场也选在瑞雪兆丰年的时刻，腊月十三抽出国运签。赖清德总统，但这一卦意思是讲吼，这是一个欲出昆冈市啦，阿未顾着地国的地位啦，一个吼晦暗图光，所以呢，在处理着内政、经济、外交、国防，可能会犯真侪个小错误啦，包括新的国会啊三党过半。玉石中有美，哪堪小鬼多。妙方解释，玉石代表赖清德，初期可能会犯一些小错误，仍有待琢磨。终无咎，笑呵呵啦哈。就是讲，最后拢过关啦，一切拢逢凶化吉的。哦，所以这确实我那有天命啦，天选之人啦。五二零就职哦之前啦。片法大德，名流大贤呐、啊，哦，兼搞各行各业，内政外交各方，会愈来愈好啊！哦，妙方表示，如果五二零前赖清德能向社会贤达请益，调和各界意见，治理国家就会越来越好。民新闻综导。